捍卫宇宙和平的蒙骑士团，幻之星、月之星、炎之星、智之星、石之星，坚持到底，展开为正义奋斗的神圣使命。抬头就是阳光，世界充满希望，用武器打败悲伤，携手一起去闯。不要像别人一样在意这么想，拒绝让恐惧阻挡乘风破浪，挥舞勇敢影响朝阳，自由去飞翔，快乐找到新的方向，朋友一起去闯，追逐对我们？为什么？我看我们得走一趟缥缈空间，救回蒙学院的所有的同学。杀吧！真心不出卖他们！我不能，我不行！烈火冲天！其实我一个人可以救你们大家，我死而无憾。阴森女王，你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我得到两星的能量。醒醒啊！哇，两个都昏倒了，真的没有想到怎么会这么简单呢、啊？哎，我实在太强了，害我现在觉得有点无聊。是什么？炎之星的能量？为什么会脱离阴森的身体？可恶！你是我的，赶快回来！趁着蛇攻击，魔石牵引术，火焰激光！你们以为这样子就能打败我吗？阴森女王，少了炎之星的能量，我看你是撑不下去了。哼，我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能量。枯萎装成慢，继续闪啊，继续躲啊，等你们没有体力的时候，两星能量还是我的。龙卷烈焰，谁呀？是我。之心夜王，怎么会是你呀、啊？哎，你干嘛抢我能量啊？赶快把我能量还给我！强力尾数，龙卷烈焰。控制消失了。嗯。
个是夜华。我们过去帮忙。走。你们还好吧？没事。你们两个也没事。可恶！你们为什么都要抢我的能量？绝对不会放过你。伪毒气。大坏脾气。对。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我要去跟他拼了。等。我看你们能撑多久。一时脾气也不是办法，我有个办法。虽然还差十字星跟幻之星，可是阴森女王的能量已经耗损很多了，担心能量应该够了吧？对，来，智之星、月之星、炎之星，三星合力。阴森女王，投降吧。想得美。我不想回来。杰西、玛雅，谢谢你们的帮忙。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哦，对了，夜王，陶雪他们呢？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应该很危险。校长，我先赶快回去魔幻空间。好。闻到还活着，这里是清洁溜溜。我们怎么离开魔幻空间的？不知道。你还好吗？我没事。那我们快回蒙学园。陶雪，陶雪，你怎么不走？我想在这里等等看。陶雪，我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阴森女王回来，那就糟了。可是说不定夜王会跟我们一样啊，他等一下就会回来了。陶雪，我们先回去疗愈。我想，如果现在夜王在这里的话，他应该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子。走吧。校长，艾瑞克，你们怎么回来了？我们也不清楚，应该是阴森女王的能量减弱，所以魔幻空间就消失了。玛雅，陶雪，你没事吧？玛雅，对不起。没关系啦，我知道。你还好吗？我还好。可是你知道燕王他，燕窝。燕王。陶雪儿，我回来了。燕王，陶雪儿，我回来了。燕王，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对不起。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轩刚，
莉莉卡，你们都还好吗？燕王，我对不起。莉莉卡，当时的情形大家都是逼不得已的，其实我也应该跟你说对不起。燕王，你不是已经……你们不用担心，燕王已经恢复颜之星的身份了。颜之星。好了好了，大家都在就好，我们先回蒙学院再说吧。好。先让我们回蒙学院吧，这里和之前的清洁流流已经完全不一样。是啊，这里现在不太安全。杰西，走吧。才这么一下下而已，你就都忘光了。女王，哎呦，还不错嘛，还记得我啊。我不是已经……我本来也很想这样对你，谁叫你要背叛我。不过呢，我是一个宅心仁厚善良的人，而且你对我又还有一点点的利用价值，所以这一次就当是对你一个小小的惩罚。女王，好，不用谢谢我了。让我告诉你，你身体里面还有我的藤蔓毒。不用紧张，只要以后呢，你乖乖的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事情哦。不过，如果你还是像现在一样想要背叛我，再来，你的下场就不会像这一次一样，只是睡一小觉那么简单喽，知道吗？是，女王。从今以后，对女王忠心耿耿，忠心不二。最好是这样。无法。是。把那个书给我拿过来。是。叫我去抢什么其他两星的能量，害我本来的能量也不见了啦！都是你这个破书害，现在啊，干脆就把你给毁掉。蒙骑士将陷入反噬境，抢夺蒙骑士能量的时机再现。反噬境，时机再现。你终于回来了，我很开心。谢谢，上次对不起。上次那个时候，你只是被银尘女王控制，不是你的错。不是，我是指为了保护我，害你受伤。欧巴，闪开！烈火冲天！不行。那个是意外，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好不好？玛雅，
你就和杰西一起安心的待在蒙学院，其他事情我会想办法。不知道应声女王现在状况怎么样了？她的能量耗损一定很严重，但是等她能量补充以后，她很快就会恢复过来。这个应声女王啊，没有抢到智之心以及月之心，还失去了言之心。我想她下次再来，应该不会这么客气了。不客气刚好，我还谢谢她了。啊？省得我还要去缥缈空间找，干脆啊，直接面对面决一死战。不，报告校长，虽然我们现在有蒙骑士四星，但是毕竟现在幻之星还不知道下落，而且跟英孙女王大战啊，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要从长计议啊。对，我赞成，怕什么人呢？这件事情我还得先向长老会报告才行。当然，必要的时候还请长老会全力支援。同时，蒙学员必须提升戒备。其实事情都到齐了，艾瑞克，你们怎么全部都来了？到处我找不到你，就知道你在图书馆。我只是想要多看一些缥缈空间的东西，有什么事吗？校长提到提升戒备的事情，我们想找你一起商量。嗯，好啊。只是我已经不是蒙骑士了。艾瑞克，我们就知道你会这样想。现在已经有四星了，我想幻之星很快就会出现了。嗯，可是也不一定是我。艾瑞克，现在除了前任月之星真的卸任之外，我们四星都有未完成的任务，我想幻之星的人选是不会改变的。而且艾瑞克，不管你有没有幻之星的图腾，我认定你就是图腾。保安找我们去教育厅，我们一起去吧。没关系，你去就好了。我只想要待在这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嗯。你在想，这个宇宙这么大，为什么就没有属于极光族的地方呢？我们现在连清洁溜溜都回不去了，哪有资格去想这么多啊？虽然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回去，可是只要我们坚持，一定有机会的。机会，我都已经试过两次了，这只是证明我是一个失败者而已。你怎么可以这样说？难道你忘记了吗？其他极光族人还在应声女王的手上被他压榨。哎，如果我们都放弃了，那他们该怎么办？我当然没有忘记，只是我不知道。所以为了他们，我们更应该要坚持下去，更应该要振作起来啊！极光石迹是你从阴森女王那里要回来的，现在你也应该代替达诺长老，负起维护极光族的使命。
可是玛雅，我不想留在魔学院里面。那离开这里，你想要去哪里啊？我也还没想好。不过我应该会先去找其他极光族的人，至少先看看他们的状况，我才会决定该怎么做。我和你一起去吧。你要和我一起去？我和你一起去吧。你要和我一起去？为什么？我也是极光族人啊，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你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现在也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去呢？玛雅，其实你可以留在蒙学园，这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很喜欢你。等我们想到办法救出其他极光族以后，我再回来找他们就可以了。什么样子啊？哎，我觉得，哎，怎么又不在啊？哎，哎呦，真是，哎。有这么多人要转学，这个阴森女王三天两头就跑来这里闹，我觉得我应该赶快通知长老会啊，请他们派人来，要不然恐怕连我都要离开了。跳太巧了！我看你怎么跳，华主任，你什么事啊？华主任，请问一下校长。校长好，哎，校长他不在。你要有什么事找我也是一样的。那就请帕主任跟校长说我们要离开了。离开？离开？我跟你讲啊，你最好不要讲要离开这个字眼，我对这个字眼很敏感的。哦，那就麻烦帕主任跟校长说我们不留在这儿了。不留在这儿。我这眼皮哈，他也不太喜欢听到这个字眼。那为什么要离开呢？是不是觉得我们蒙学院不安全？不是的，帕主任。现在阴森女王控制了所有的极光族人，所以我们要去救出他们。就凭你们两个怎么救啊？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我们总不能一直躲着吧？就算只有两个人，我们也一定要想到办法救出他们。谁说只有你们两个？别忘了，还有我们。玛雅，你们要走哦？清洁溜溜现在还很危险，你们要去哪里呢？阴森女王控制了极光族人，身为极光族的人，我们不能再躲在这里。你们打算自己跟阴森女王对抗，啊？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孤儿，失去了达诺长老，也失去了清洁溜溜，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谁说的啊？你还有我们呢、啊？你忘了，我跟你是最好的朋友啊。我当然没忘记，就是因为你们才让我感受到团结的力量。照你这么说，你更应该要留下来啊。对，我们帮你们一起救回极光族人。而且现在你们去找阴森女王只是送上门的奴隶，何必呢？
到时候你们被控制，我们不是又……叶王，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说错了。叶王，你说的没有错。在这里，我要先跟大家道歉。之前我做了很多错的选择，对不起。叶王，杰西，虽然你之前做了很多错的，不是，说好的。虽然你不应该帮助黑魔王，你。没事了，反正我们都不会在意啊。对，燕王的意思是说，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嘛，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打败冰森女王。米亚欣说的没错，所以你们两个不要走了，好不好？还有我，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现在。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不管是夸克族或是极光族，一定要打败阴森女王，我们才会有希望，也才有机会可以获得真正的和平。杰西，我知道了，我们就留下来吧。我们会全力的帮助大家对付阴森女王。准备启动结界。是。金羽召唤。结界开展，使眷使归位，发动！智之心，使之心，言之心，月之心。少了幻之心，会是一个缺口。智之心，食之心，言之心，月之心。少了幻之心，会是一个缺口。可是头哥长老已经特地将幻之心的能量缺口移到后面了，应该没什么影响吧？希望是。倒数，五、四、三、二、一。大家都辛苦了。应该的。陶格长老，请问缺了幻之心的那个缺口该怎么办？目前只能请精灵族暂时帮忙，先打开警戒网以弥补不足。没问题，我会先把这个缺口移到比较不起眼的地方。也就是说，阴森女王还是可以从这个缺口进来梦学院。是，除非幻之心出现，把这个缺口给补上。艾瑞克，没关系。照这个逻辑来看，会从那边进出的，就只有阴森女王了。我们只要加强戒备啊，搞不好她还会自投罗网。校长，您这么说真是有道理。陶格长老、校长、帕主任，你们放心，保护蒙学院的事情。就交给我们蒙骑士吧。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确保阴森女王她会使用其他的方法潜入，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防范才是。
相信幻之星不久就会出现了。嗯，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是。是啦，喂，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为什么我觉得你们都好像在偷懒一样啊？动作快一点！我告诉你们哦，你们要是今天哦没有从这堆记忆宝石里面哦找出那个什么什么反视镜的资料，就通通都不要休息。尤其是你，阿法。哦，是。女王，我找到了。啊，是哦。可是，这跟我要夺得五星能量有什么关系啊？女王，这个记忆是说，进入反视镜的混乱后，联盟骑士都没有办法克服，图腾感应也会失去。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把蒙骑士他们丢进去，就连图腾都没有办法吸回他们的能量了？是这样没有错。哇，阿法你什么时候变那么聪明啊？哦，越来越优秀咯，我很欣赏你。可是女王要怎样找到反射镜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想过了，既然我没有办法一次就把那些蒙骑士一网打尽，干脆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各个击破。阿法，你去把我找到那个什么极光族的玩具拿来给我。是，女王。极光族的，既然你们都那么喜欢跟夸克族的人在一起，那我就让你美梦成真。贾大星，怎么样？坚持到现在，有没有一丝的动静？没有，整个蒙学园还有附近的环境跟星系里面都很平静，而且也没有人想要闯进结界啊。可是，就是因为太平静了，连我都觉得有点怪怪的。该不会阴森女王又有什么诡计吧？有可能，可是我还没有什么新的情报。说不定侯赛雷队长会有新消息哦。侯赛雷队长他要回来了。对啊，他说只要这次的任务一结束，就会马上赶回来哦。太好了，侯赛雷队长要是回来的话，对我们调查阴森女王有很大的帮助。嗯，而且啊，贾尚新，你就不用压力这么大了。真的，你们都不知道，侯赛雷队长这次出去的任务出去很久，哎，很久没看到他，我都快要忘记侯赛雷队长长什么样子。哦，他好像头发高高的，然后有一个黄色的头带，然后他老是喜欢把自己弄得很帅气，都假装很严肃的说：“大家好，我是侯赛雷队长。”我才一阵子不在，就有人想要篡位啊，贾尚新。哎，侯赛雷队长，好久没看到你。没有，我没有要篡位的意思啊。人家就是太想你了嘛。侯赛雷队长，小不列，辛苦你们了。不会，这是应该的。这一次多亏有小蝴蝶跟我一起去拜托精灵族人帮忙，现在到处都有精灵族的人四处在定位寻找阴森女王了。对啊，就是精灵族的人都很热心帮忙，哎，一定很快就可以找到。大家
我们感应到达诺长老的能量了。就在清洁溜溜。大家，我们感应到达诺长老的能量了。就在清洁溜溜。你们看。小心，这里是阴森皇宫。玛雅，你确定吗？这里原本是清洁溜溜，被阴森女王霸占之后，就把它改成现在这样子。阴森皇宫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会不会是可能阴森女王搬回来了？阴森女王如果搬回来，那他现在人呢？还有达诺长老，该不会也被阴森女王抓走了吧？达诺长老，达诺长老，达诺长老，长老，达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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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这是达诺长老祭符器。真的，这真的是达诺长老的，怎么会在这里啊？你觉得会不会是阴森女王搞的鬼？有可能。你的意思是说，阴森女王让我们以为达诺长老回来了？你们快看，极光封印干掉了。怎么可能？阴森女王不是从我们极光族身上拿到很多符能吗？到处都没看到阴森女王或其他暗黑族的人。人不见了，极光封印也干了，会不会阴森女王能量真的消耗完了？啊，对了，你们看到预言书？我刚找不过了，都没有。既然阴森女王弃守这里，那是不是表示她逃走了，或是认输了？阴森女王逃走了？事情有这么简单吗？既然阴森皇宫搬回来了，你们是不是可以留下来，把这里恢复成清洁溜溜的样子？说不定有一天达诺长老真的会回来。我们就把这边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吧。等一下，现在还不是时候吧？杰西、玛雅，虽然阴森女王现在不在，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回来。为了你的安全，你们还是先别留在这边，以免发生危险。艾瑞克说的有道理，你们还是先跟我们回去，等这里确定安全之后再回来吧。好，就听你们的吧。那我可以把极光封印带走吗？我想把它放在属于它的地方。我们走吧。好。预言书，是我的幻觉吗？我在找资料。极光族也有100个为什么？哇，欧帕，你真的超认真的哎！查这么多资料，是因为想帮助玛雅跟杰西啊？上次看到他们那种有家回不去、无奈的心情，我真的很难过。
那你打算怎么帮他们？我还是想要改造极光之地，一个属于他们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居住。你要改造极光之地？这办得到吗？我其实已经不敢妄想拥有极光星球了。杰西，一定可以改造，只要我们找到极光之地，漂移到哪里去，改造绝对不是问题。玛雅、杰西，你们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帮你的。从前我跟我哥就跟索利族一起流浪，所以我们很能够体会没有家的感觉。蒂娜说的对，就让我们帮你吧。对啊，你们不要担心，我们可以找不同族的人一起来帮忙，成立一个专业的搜寻公司，这样总有一天会找到的。成立公司，这样会不会花很多钱啊？不不不，这是一种投资，搞不好这间公司以后可以接到很多案子哎！哇，我真是太有生意头脑了。大家，谢谢你们。阴森女王如果真的有心要躲起来，那我们一定找不到。可是现在居然让我们看到阴森皇宫，不对，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诡计。预言书上次出现在这里，那些只是一下子就不见了，简直就像是故意要被我看到一样。不过这个也代表预言书很有可能还藏在这里，只是我暂时看不到。可恶，我一定要找出来。谢谢大家这么努力的帮起公主，让我很感动，谢谢你们。不怕，这给你。给我？嗯。还有，谢谢你。谢谢大家这么替极光族人着想，帮我们做这么多鼓励果。玛雅，你不用对我们这么客气。对啊，我每天都在监视画面，现在终于有新工作了哎！这样我们精灵防卫队就会有新的贡献，而且我也会比较有成就感哦。大家的果实都好了吗？好的话就装进来袋子吧。我完成了，谢谢。这里也完成了，来帮忙。好。鼓励果都准备好了吗？要传输出发了吗？嗯，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好，那蒋阳星，你带着杰西，我带着玛雅，我们分头去送，这样比较快。没问题。啊，等一下，我想带着极光封印，说不定有机会可以把它放回原位。希望你们这次去，有机会也能够找到极光之地。你们在找极光之地？嗯，我知道在哪里啊。啊？什么？你知道在哪里？
你要再去阴森皇宫？我怎么想都觉得这个阴森皇宫怪怪的，而且啊，我好像在那边看到，我好像看到预言书。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不要，我觉得你留在盟学，我自己去。现在大家好不容易松一口气，没有这么担心阴森女王了。我不想打草惊蛇。我觉得还是要重逢记忆。我们艾瑞克，不要担心我，我应该没事。米雅欣怎么去这么久？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了？我还是去看看。照镜子，我就突然想到一些事情，想得太投入，忘了把镜子收起来。找我什么事？米雅欣，你好像怪怪的。我怪怪？我很好啊。我看是你们怪怪的吧，大惊小怪的。舒服啊，我只是我手突然抽筋了一下，哇，抽筋真的好痛啊！你们刚好都在，我要去暂停室，你们要一起去。发生什么事了？好在雷队长似乎找到极光之地进一步的消息了。极光之地？极光之地？极光之地的事很重要哎，我们下去看吧。好，走走走走走走，快走走走。弟弟呢？米雅欣他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啊？感觉好奇怪啊。我觉得他不是米雅欣。你确定吗？出来吧，小兵。从今开始，这里就是我阴森女王的天下。嗯嗯，凡事进，进去。阴森女王，太可恶了！赶快去多找一点人来哈，找再多的人都不会是我的对手。